会不会觉得他拍太多时尚杂志封面？你要叫他少拍一点。因为有几本我都没有拍过，我也可以跟他讲说，小孩子很想拍，能不能把我的那份给小孩子？谢谢你的施舍啊。对。可是有时候你会真的在机场出现好几个封面。你为什么要去机场搜寻到底出？我也是个国际巨星，怎么样？我也是需要搭飞机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中国台，空气来了。